这吴月心很有可疑啊。怎么说？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。你少来啊，你肯定也觉得哪不对劲了。许若晴出去拍戏一个月都没回家，家里监控一直开着，但单单上个月的17号家里监控关了。对，我就是那么想的。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去查查吴月心的不在场证明吧。这就是吴月心家小区的画面监控。那吴月心19:20到家，周满就再也没出来过。那看来这吴月心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。兔子。嗯。吴月心刚刚是坐什么车回的家呀？出租车。哎，不对。22号，吴月心是开车去的片场。他的车呢？拿到了。吴月心在大青山附近的一家修车厂门口上的车。老宋，咱俩去一趟。好。啊。找到了。对。师傅，这车之前什么毛病？主要就是换了个前保险杠、车灯，然后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毛病。看人呢。女明星私会经纪人丈夫。许若晴案再添谜团。蔚蓝，一哥，我去查这个事儿。你以后再让我看见你写这种哗众取宠的狗屁文章，就请你另谋高就吧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学新闻出来的，就是为了写这种取悦大众的饭后八卦吗？我，你不是来安慰我的吗？啊，兰兰，你先别哭了。我呢，有些事情想问你，等我问完以后，我就帮你把他臭骂一顿，好不好？他骂的对，都怪我，不敢写这种新闻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对了，兰兰，你新闻里的那些照片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也不知道是谁。那天，什么？这看着像情侣闹分手的感觉啊。嗯，如果说吴月心知道了象征和许若晴的关系，那他电脑里边缺失的2月17号的文件，很可能就是他们俩偷情的影片。吴月心之所以删了那个文件，就是要毁掉他的杀人动机。车辆鉴定结果怎么样？我们找到了一辆车，跟吴月心的车是同款。经过鉴定显示，车头高度跟许若晴左腿股骨、胫骨受伤创面基本吻合。嗯。吴月心知道了许若晴破坏他的家庭。
吴月心很可能就守在许若晴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之后再以经纪人的身份开车送她回家，中途呢借故让许若晴下车，接着自己就开车走去，结果发现人没有撞死，就拿起一个钝器猛烈地敲了她的头部泄愤，之后再把她掐死。杀完人之后，他就用提前准备好的塑胶袋把尸体放进去，之后再开车到埋尸地点进行掩埋，最后他把车送到汽车修理厂，毁掉一切杀人的证据。听着像是那么回事，但是您在场证明怎么解释啊？哎，贝贝，如果用冰块冰尸体的话，能不能减缓尸变的速度？根据埋尸地点的环境以及案发当天的天气，尸体检测出来的死亡时间的确可能会延后1到2个小时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冰块哪来的呀？你们俩忘了，上次你们俩去潘子超市的时候，那潘晓峰是干嘛的？哎，铲冰。哦，他是他。冬妮，老宋，还得辛苦你们俩跑一趟潘子超市，只要能找到乌月心买冰块的证据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哦，真有进步，我的窦大领导，晚点替你跑一趟。快别夸他，再夸他就要起飞了。啊。哦，老肖，老肖，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有你在啊，办案确实轻松许多，总能提供所有的错误答案。那我们先去把乌月星带回来问话。走着，你俩别脸别弄。错了吗？你离远点儿。在你车里放东西的人找到了，是许若晴的粉丝，已经被派出所拘留了。梁警官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才是那个被恐吓的人。我不知道，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。吴月心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对你问询，请你配合。哦，好，你们问吧。吴女士，我想请问你，知道许若晴和你老公象征是什么关系吗？不是，咱们警察现在办案，也要相信这些花边新闻吗？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清楚，
我也是今天刚知道的。22号晚上，你是怎么回的家？开车。这辆吗？我只有这一辆车。我给忘了，那天我的车在路上出了点事故，送去维修了。我是打车回家的。这么大的事儿都能忘？这些天哪件事不大？什么事故？我当时在车上回信息，正好前面是红绿灯，我没注意，跟前面的车追尾了。事故怎么解决的呀？私了了。为什么私了？走，保险太麻烦了呀。有谁能证明你说的话？嗯，我拍照片了，我手机里面有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让豆子查一下，顺便去交警队看一下对方车况。曹大勇，哎呦，豆哥，这么巧遇见您了。改头换面了啊！这车是您吗？对啊，我的。哎，来路没问题啊，手续齐全。真的真的，我给你拿。不是问你这事儿，这天是不是你开的车？是我。这不是那天我被撞的照片吗？怎么在您这儿啊？少打听，具体什么时间详细说说。22号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天我特倒霉，我去大青山上见一客户，回来路上就被撞了。撞你那人什么模样还记得吗？一个女的，30来岁，长得挺好看的，这出手也大方，当时就给我1000块钱。就这么点事，我一看我也没计较。真的真的。你不会是和那女的合起伙来骗我吧？哎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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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哪敢啊！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啊！行吧，我让你去吧。喂，喂，老肖，我这边找到人了，跟吴月欣的口供都对得上。看来这车祸真就是个巧合。不好意思啊，吴女士，我们核实需要点时间，麻烦您再等一会儿啊。没事，不急，你们慢慢查，我也好久没有这么清闲了。相中归我，再回去。来，肖先生。谢谢。月心她怎么样？她没事儿。肖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出差多久了？有一个月了。啊，那你和许若晴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们这么问，我不懂吧？是这样，3月5号早上呢，有人拍到你和许若晴在同一辆车上，你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？我替月心送她回家。可是看着不像是简单的送她回家。啊，先生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是这样啊。新闻内容您看到了吧？但是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新闻的内容轻易断定你和许若晴的关系。但是你要隐瞒信息的话，将会妨碍我们调查。新闻里有一点说的是对的，许若晴的确影响了我的家庭。你这几套呀都不好看，试戏这个穿着是很重要的。你看你这一件，跟角色差太远了。好。这个
这些破烂不是说让你扔了吗？为什么还不扔？明天试戏，穿第一套。知道。雨欣，要睡了，明天早上还要陪他去试戏。雨欣自从签约了许若晴之后，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身上，工作的时候见不到人，偶尔回家休息两天，一直盯着那个监控。我想要个孩子，可月心他，我不想再这样，所以去找了许若晴。真哥，月心姐怎么了？上来，我仔细跟你说。你月心姐没事儿，是我想跟你聊聊。你能跟月心说，把你家的监控拆了吗？拆了。为什么？你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想要自己的空间啊。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月心一天到晚的围着你转，她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。你就那么喜欢被时刻监控的感觉吗？我喜不喜欢不需要你来说。你婚姻不幸福你赖我是吗？坐下。你现在干涉到我们的生活了懂吗？你能不能不这么自私？放手。求你行吗？我让你放手。求你。我们已经在协议离婚了，方便看一下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来找我，你找徐若晴闹什么呀？你知道为了买这些照片我费了多大的劲吗？就算我跟你说，你会听吗？自从你和他签约之后，我们家就成了旅馆。你能不能想想我的感受啊？这是我的工作，好吗？工作？说的好像我不工作一样。我什么时候把工作带回过家？我是想理解你，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吧。前几天妈妈打电话来，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。怎么又开始了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等我手里的演员，他们一个影帝影后，对吗？多久？五年？十年？别说了。二十年够吗？我跟你说的，你别说了。我们离婚吧。你说这些我都做不到，这样对你也不公平。我们还是分开吧。月心在我们的婚姻和许若晴之间选择了许若晴，
有人怀疑月心是因为许若晴插足我们的婚姻而杀了她，这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许若晴就像她一手培养出来的孩子，谁会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呢？向您打听个事儿啊，就是22号下午5点到8点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啊？没见过。你再仔细看看，就她有没有来你们这儿买过冰块，或者说有没有人找你要过冰块？买冰块？我这冰块，就是拿自来水冰起来，冻啤酒和饮料的。谁闲的没事跑这儿买冰块，卖给你你要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有什么事情就一下问清楚了，别老三天两头往我这儿跑，来了也不买东西。知道的是您调查情况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犯什么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警察办案流程就是这样的，希望作为公民你能配合一下。行了，您也拍电视剧呢，多老套的台词了。算了，走吧。我就说你就不该拦着我。哎，豆子，你咋还没走啊？不是等你们的吗？那超市老板说从来没有见过吴月心。那冰呢？也说从来没有人要过冰。那超市老板的脾气啊，实在是太差了，把东尼都气坏了。不是把你给气坏了吗？豆子，你下次跟我们一起去，他就是欺负我们没有壮汉，你都不知道那人可凶了，还在那么荒的地儿开超市，想着都觉得够奇怪。这么看，我之前推论错了呀，车祸也就是个巧合。对了，那象征和许若晴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象征证实了吴月星的说法，而且吴月星因为许若晴还在跟象征闹离婚呢。哎，那些所谓的八卦新闻那都是捕风捉影的了。那看来这吴月星是面包牛奶都没的，准确的来说是先扔了牛奶，然后发现面包也没了。豆子饿了啊？哥给你买面包牛奶去。哎，真会吃。
个，请发现。一年前，吴月星所在的星灿影业曾被人起诉，起诉的内容涉及到吴月星和许若晴两个人，原告是潘晓峰。潘晓峰，潘子超是老板。大哥，多少钱？六块。六块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这店太黑了吧？这外面顶多卖三块钱呀、啊。你爱要不要？不要放了去。哥，都是干剧组的。你再说了，我不就买这一瓶，我买的多了，啊？你要多少？要的多的话，十箱起，嗯，给你两块一瓶。十箱啊，两块。嗯，大哥，你这腿怎么了？受过伤啊？以前？啊，我呀，以前跟你们是同行，干武行的，后来出了点事故。我看你。挺衍生的呀，你是不是新来的生活制片啊？哎，我哪能干生活制片？我就是一个助理啊。吴总，吴月新，我是他新助理。哎，您不会不认识吴总吧？啊，听说过，不熟。啊，哎，大哥，你刚才说你那个腿受伤是因为戏是吧？啊，对。我好像听说，三年前有一个戏，有个女明星叫许若晴，对吧？是不是他们那戏的事儿啊？当时是咋爆炸点出了错误，然后他走错位置，有人救了他。不会就是你吧？你要说什么呀？哼。还真是你啊！当年剧组认为是你的失误，只赔了你一小部分钱。连你医药费都不够，所以你告了许若晴的经纪公司，但在法庭上没人给你作证。当年你那么帮他，他一点面子都不给，挺恨他的吧？关门。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刑警队的。又来了，有什么事儿直接问。后院那推车还有那些铁锹是您的吧？你们不会怀疑许若晴是我杀的吧？我们就是想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22号晚上7点到8点，您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有人证吗？山上那剧组有一现场制片，叫尤爽，那是我哥们，我们在这儿喝酒来着。具体时间？大概是晚上6点来的，喝到9点走的。你怕不信，可以自己去问他。扫过去了，六块。水拿着。两位，你们回去啊，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消散的痕迹，你们学学人家里面演员的表演啊，一定要给自己加加油。我相信咱这戏，只要你们努力，一定会超过他们的。你们要有点信心，好不好？啊，导演啊，尤总在不在？哟，两位警官又来了。尤哥刚才在呢，是不是出去了？去看，在后边。哎呀，别站那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转个场。啊，老哥，两位警察找你。哎，两位警官，是吧？方便吗？问你点事儿。我这会儿不太方便，我这转个场。那行，不着急，你先忙你的。嗯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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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呀，别站那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说这剧组工作啊，说起来挺风光的。但你那么一看，也挺不容易。
那天晚上我的确跟潘子在一块儿。你几点去的？6点半。确定吗？我看到超市没人，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这是通话记录。他人不在超市，去哪儿了？嫂子，干嘛去了？哎，这不是知道你晚上来，就给你挖点野菜下酒。哎，弄啥野菜？挖点米豆干。过来扶一把。哎，走，屋里来。他几点回的超市？我等了他有10分钟，6:40。那你当天是几点离开的？9点。在这期间，你们俩一直都在一块儿吗？是啊，中间我喝了2杯就倒了，我在他家眯了一会儿。几点睡着的？时间不清楚了，那天状态不太好，没喝2杯就倒了，醒了我就撤了。你醒了之后他在干嘛？潘子，哎，干嘛呢？嫂子醒了，我洗个澡。这大晚上没事洗啥澡啊？那天晚上他有跟你提过许若晴吗？那不行。你们现在的拍摄进度怎么样？快别提了，我们组一个女演员，事可真够多的，一天到晚的找不痛快，都是他那傻缺经纪人惯的。这许若晴不一直都这样？许若晴，你说的不是他？哦哦，认识许若晴？不认识，听说过。喂，什么？啥人事爆胎了？大哥，我着急用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两位警官，我这有点事得处理一下。